大家好，我是白露，见习民警下节报道。我知道师傅的保护是为我好，我相信自己也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。快来爱奇艺看看我在巴黎和的工作表现吧。 高兴什么？高兴什么？我站起来！嗯？打幺二零！高兴什么呀？告诉你们，啊？犯了这么大的错，你们高兴得起来？你好意思吗？还高兴啊？ 来，再给我高兴一个，笑一个。嗯。还高兴吗？来来来，再高兴一个，笑一个。笑一个。你不用举手，就是自己觉得受不住啊，这事儿啊。受不了。 只有这一次，只要再没有一次，全部都给我滚蛋走人！我说到做到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我滚出去！是。滚吗？滚吗？滚就滚吧。<笑>